teach you a happy ending's not my destiny. 出发！现在发动，沿着海流着晒伤，即使是泪痕别跟人交锋。可惜还留在 California， 一个人踩着狼狈，好假期却只有我被留下，回不了家。油桐花季是在哪月？四月，非常好。三亿的客家人是客家人吗？客家人，哦，好，成就，快快来。请问，三亿的经济作物有三种，请说出其中一种。来，三亿经济作物。好，作为香水原料什么？还没，让我算一下。哎，非常好，答对了。来，快来，唯一所有目标博物馆会在哪里？可以，我们又跑回去了。成就，这里在。抢救男子大作战成功！黑木鸭在水面上摇晃的样子，就好像真的鸭子一样；加上猎人会吹口哨，就好像真的有鸭子；而天上飞的野鸭子呢，就会冲下来。哇，这是我的朋友，我要来找到他。切割之后再粗胚加工，粗胚完之后再去磨细、喷漆，哈哈，然后变成成品。来，切完的木头就会变成怎样？来摸摸看。是不是就变非常的平平滑滑的？怎么是怎么切？要切成一小片一小片嘛。刚才阿姨有讲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刚才是不是看到一片一片的木屑？这个步骤呢，在空地里面叫刨削。刨削。一人一份。对，一人一份。然后有一个人可能会多一块，然后有一个人可能会少一块。来，你都拿好了吗？你帮我。耶。在这一面，老师，毛香对，烟抽对，蒸馏对，有所分离成品。喜欢这个行业你做了多久了？18年。那您通常都雕刻到几点？差不多不一定啦，9点多，差不多10点左右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够好了，好不好？哇！作品呢？我现在客人号称客人比较多的。那你呢？你工作是什么事情最低？你这是我像手画的那个图啊，那个纹路叫那个那些雕，哎，这是蛮好看的，好。现在帮他记住，锁一定要注意哦，绝对不能再好到处前面哦。好，好，阳台一直通好了。小心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么我帮你控制刀子，那么你处理哦，来。可以。OK。好，很好，来，再你要的声音，这边再说一下，好，来，三六五。
这样哇，好棒！哇，好棒！就是一个疗愈药，然后十六股就是它是最棒的，